嚟，我哋嚟个普通十抽先，廿抽，好嘢喎！俾你睇到有廿抽，但我用咗啲友情抽先。友情抽都可以抽到好嘢喎，中神高，神高好似冇出喎。神高佢未，我见佢冇喺入边喎。哇！呢啲咩嚟噶？我见佢好有又好有点都可以抽到啲好嘢噶。我唔系阿龙戴特啊，唉，我唔知系咩，抽翻 New Gundam 啦，太可惜，抽完快啲换 game， 好难换 game 啫，系咪先？超过上限会送字嚟啦，中咗神盾杯啊！嚟个十抽再嚟系咁单抽，有冇 PS4 咁难？嗱呢只 game 唔使钱嘅，咁系咪先？我唔破金一日都唔使钱，我成日都讲噶啦。但 PS4 嗰只系要俾钱噶、哦。好啦，手系红色，但系都系绿色嘅。GNX， 好，又系绿色，喂，点解单抽全部三星噶？我单抽就全部三星，但系我依家咧十抽反而全部绿喎，黐线，全部绿色装。我终于有件三星啦，决斗高达嘅背脊啊！喂，两星 GNX3。魔槍是邊是邊部用的呢？你未抽到撩背是吗？哇，你這嚿什麼東西的？隊長機即達啊，全部綠色的，我是不是單抽好一點呢？其實渣古 FS，哇！我唔想要揸古新喎，玛莎专用嘅。哇！咁大镬，咁真系可能要重拆喎、啊。呢啲咁嘅情况，未有之高达配件噶，定系单抽会好啲？我觉得单抽好啲、啊。佢嗰个必中三星嘥气啦，我十抽点都有三星啊！我唔信单抽就中唔到。中到啦，嗱系咪啊？都话单抽噶啦，太刀巴巴托斯嗰把嘢啊，嗰把武器啊，嗰把嘢，魔枪系咪决斗高达嗰支？系咩？佢好多决斗噶、啊，绿色。所以坚持单抽是有原因的，又去到误导大家了。蓝色三星，喂，那把嘢正喎，巴托斯，哇，这个经宝凡的背部 火箭炮，果然你是单抽魔人，粉红色，粉红色，粉红色，可遇不可求。粉红色冇粉红色啊，顶！呢只 game 识玩啊，粉红色系可遇不可求噶嘛，大家知道。单抽好好多，系咯？点解佢十抽有问题嘅只 game？ 即系我唔系下下中，但系其实我头先系连续中蓝色啊嘛，啲装。GNX 嚟啦，粉红色啊，球粉话嗱系咪啊？都话噶啦，呢只 game 根本上就系要粉红，系咪先？啊，唔系，根本上系要单抽，顶大抽到个高达盾添，抽成点？依家系单抽好容易中咯。JM 玩紧未啊？好欧。
十抽等于回收石单抽正解。橙色冇嘅喎，最高系最高系粉红嘅啫喎。你不用买定干粮，唔系好明。做乜嘢啊？咁嘅样嘅，粉红色，粉红色，粉红色啊，冇喎。五星系橙啊？我睇唔到佢有五星嘅喎。我睇唔到佢有五星出喎。JM 觉得好悭呢隻，唉，逢手游都悭嘅。我系唔会怕嘅，手机游戏对我嚟讲。有新 game 啊，试唔试玩呢？我就叫大家唔好货金啦。我叫大家玩所有嘅手机 game 都系咁嘅。你玩一两个星期先，觉得只 game 真系好玩，你先货，系咪先？喂，粉红色啊，我要粉红色啊，我鍾意粉红色啊，俾粉红色我啦。虽然我知道粉红色可遇不可求。你啦 ,iOS 有啦，係啊。你啦，粉红粉红粉红啦，係咪啊，都话有粉红㗎啦，单抽咪得囉。有几难玩啫，把枪都出埋嚟啦，条包都出埋嚟啦，係咪先 ?easy, 简单呢隻 game。仲要系撩个碌嘢喎，唔得，一玩就要货系咪啊？嚟啦，我哋继续。粉红色并不是可遇不可求啊，我事实证明咗俾大家睇啦。粉红色跟高达头，粉红色高达头可遇不可求系嘛？单咗先，唔系啊，大家单抽啊，冇十抽啊。哇，咁我哋又抽啦，你睇下，哇你。即系呢只 game 可以系咁抽喎，你睇下，我哋又抽啦，我哋又想玩翻 GB 3啊！放咩 game 都唔放呢只系嘛？好，又系绿色，你哋系咪依家玩紧单抽先？点解抽咁多嘅？我第一次玩只 game 可以抽咁多，即系佢佢虽然有好多嘅装备，但系佢都送好多抽。有冇紫色啊？绿色嚟嘅呢隻 game 送好多精点唔使货，佢零件都多啫。十抽好啲有保底，唔系啊，佢保底系蓝咋嘛，佢嗰个保底蓝嚟嘅咋嘛。喂，都系绿色喎，好似濑嘢。隻 game 企喺度打，等队友打都唔错啊嘛，喺度。咁懒嘅咩？喂，得唔得啊？喂，今次系全部绿色嘅，咁奇怪嘅。睇嚟分时段嘅喎，你十抽都系绿噶啦，咁系啊，咁单抽咪好啲咯，系嘛？喂，抽只翼俾我啊，唔该。啊，唔系，抽只背包俾我啊，撩嘅背包。你抽中咗只神盾脚，神盾脚都唔差。又是 NT1, 喂不是喎，今次是 AGE 喎，重击型。哇，点解啊喂，单抽不是旺我的咩？即跟手。粉红色啊，喂蓝色。头嚟嘅，又系决斗头，砌啲古怪装嚟打下系嘛？抽中好嘢先，你都在玩紧啊？哎，嗱有啦有啦，嗱一讲就有啦，系咪先？手嚟嘅喂，唔好啦。哦，呢、這个高达手嚟噶系嘛？系啦，高达隻手。高达隻手，粉红已经消晒啲云啦，又系粉红喎、哦，背包背包，哎呀，系隻脚嚟噶，
喂，呢只脚有啲睇头哦，就系撩高达噶啦。俾翻啲粉你，点解啊？又系粉啊！哎呀，绿色啊！仲要系绿色嘅头啊！哇，咁核突嘅，达希路夫。公平咩咁多粉，所以单抽咯，你抽晒菜头咪冇咯，咁嘅咩？榴莲运势转咗，青色嘅头，唉，这个头 OK 喎，青色头有啲唔好意头啊，哇，又系绿色嘅。嚟啦嚟啦，最后最后最后一下紫色咧，嚟啦！哎呀，都系绿色啊！